科技的每一次创新都改变着人们的生活。在古代，我们用击鼓传声、烽火一马、飞鸽传书来通信。在近代，我们经历了电报传信、传呼机留言、电话通信的不断变迁。在现代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神话中的顺风耳、千里眼变成了现实，使人与人之间的通信打破时空的桎梏，达到即时通信的效果，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交换的效率。每年全球有30亿人通过移动设备接入网络，每天全球有45亿个移动设备接入网络，每秒有亿万数据在网络中产生。海量的数据、信息的爆炸，不仅使企业的业务提供模式发生变革，更是对原有 IT 提供方式的极大挑战。宽带移动互联网时代，需要更灵活、更高效、更安全、更节能的 IT 部署方案。伴随科技的进步、信息化的发展，互联网数据中心迅速成长、发展、壮大起来，成为了新世纪中国互联网产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，给用户提供高速数据传输服务和高速接入服务，大大提升了互联网信息获取效率，为每一种智慧的发展制造加速的力量。中国移动作为移动通信产业的引领者，致力于 IDC 的建设发展超过10年，为用户带来低成本、高灵活性、高接入速度等多元化服务，给用户带来极大的便捷体验。广东移动作为中国移动规模最大的省级运营商，把 IDC 作为互联网企业合作的根据地，推动社会信息化转型的策源地，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，开展战略部署，围绕宽带、机房、电力、价格、用户、品牌、服务、渠道、内容九大核心要素，投资超过30亿，推进国家、省、市三级 IDC 建设。目前已经建成投产了南方基地国家级数据中心、深圳南科、佛山三水、深圳宝关等3个省级节点，梅林和中能等多个市级节点，装机面积达51356平米，运营机柜达5471个，并通过了国际 ISO 27001、ISO 20000、ISO 9000等权威认证。其中，佛山三水机房 T3 加标准建设，打造国际一流的数据节点。广东公司数据中心采用精密空调、LED 照明、先进的检测和预警系统等措施，凸显广东移动低碳运营的社会责任。目前，广东公司已经为腾讯、百度、搜狐、新浪、凤凰网、中外运等企业提供了 IDC 服务，更为中外运、广东旅游局、侨鑫集团等提供了全面的云服务解决方案。此外，广东移动是移动互联时代的积极创新者，率先全面升级 IDC 业务，推出云计算服务、移动企业云，以创新的智慧形式，让我们从云端随时随地随心获取信息和服务，让我们真正站在云计算黄金时代的风口浪尖，为每一种财富的成就制造可靠的保障。广东移动致力于打造云服务精品，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云端体验，采用国际领先的基础资源管理架构、虚拟化技术及端到端分层级的安全解决方案，确保云服务的高性能、高可靠、高速率。采用随需随用的创新模式，具备配置灵活、部署快捷、设备投资成本低廉的特点，并且能够保证24小时不宕机，为您带来全新的 IT 构建体验，使您充分聚焦核心业务，随时随地助力您发掘无限的发展潜力。通过整合业内领先合作伙伴资源，广东移动将为您提供最合理、最经济、最高效、最安全的端到端解决方案，并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，使您不必成为 IT 专家，无需担心部署和运维细节，却能够享受专业级别的定制化 IT 服务。
为了保障高速高效的云端体验，光东移动为云服务打造了专属的基础设施，并提供金融及跨地域多数据中心灾备能力，为您的业务提供实力保障。目前广东移动已经推出了云主机、云存储、云安全等各类云资源服务，还将陆续推出各类 PaaS、SaaS 服务，为客户提供全业务解决方案，在云服务领域迅速占据主导地位，为每一次价值的流通制造顺畅的双赢。风起云涌，占领时代先机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广东移动凭借强大实力和优良服务，与国内众多政府、企业内容服务提供商、系统集成商、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、应用服务提供商建立了优质的合作关系。广东移动将以开放的心态，诚邀各界合作伙伴共同携手漫步云端，体验云的美妙，一同智慧未来，云享天下。